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台军汉光三十八号演习的图上兵棋推演部分，今天开始举行，为期五天。据了解，本次兵推以所谓应对解放军远海长训等为目标，研讨所谓的防卫台湾计划。 与往年不同，台军今年的汉光兵推从计算机兵推改为图上兵推。台军方指出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计算机兵推参与人员众多，且在各作战区战情中心密闭空间；而图上兵推是面对面互动研讨，参与人数大幅减少。但分析人士指出，计算机兵推是要把各种作战要素全都输入电脑。 由于两岸军力对比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，解放军在多领域占有压倒性优势，而计算机又不会作假，因此近年来台军在计算机兵推中就没赢过。蔡英文急于提振士气，一定要台军赢得今年的兵棋推演，因此改成了图上兵推，实质上就是人为干预演习过程。台湾方面对以前的兵推的软件。 可能不见得信任了。新的战争不断变化，比如说无人机的使用。台湾现在属于一种迷茫状态，得先解决了迷茫状态，再建立新的数学模型。下一次兵推才能重新通过计算机计算台湾下一次怎么输。 台军的兵棋推演靠人为干预演习过程作弊，可谓早有前科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在之前的兵棋推演中，台军高层为了赢回面子，出现基德级驱逐舰被解放军攻击打沉，但被台军高层下令退回重来，让基德复活再战的神奇一幕。在此前的推演中，还曾出现台军许多数据的设置严重违背常识。台军一艘驱逐舰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击落十六架解放军战机，一艘潜艇连续击沉七艘解放。 军主力舰艇，有军事爱好者嘲讽道：“按照台军的这波操作，兴许能打败美军。”